大家好，我是青沙山律师。假消息就像传染病强人，必须要大家小心面对，将莫对社会中扩散。你可以用以下方式掌握公开透明的疫情消息：一、看疾管署全球咨询名；二、加入疾管家官方账号；三、关心疾管署免受专业；四、收看疫情记者会直播。如果你收到来源不明的疫情消息，请用以上方式查证，千万不要随便转传。散播有关流行疫情的谣言或者不实消息，最高可罚300万元。疫情期间，请强下努力，团结假消息。